好，弟弟要来开箱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卖的这个崔坤的巧克力风味甜甜圈了。啊，这个一包80块钱，看看好不好吃。刚刚爸爸差一点就没有拍影片了。啊，对，你想要做记录？我的手刚吃的巧克力。好，帮你开，帮你开。很大一包哎，满满的。你觉得这个口味好吃吗？那跟小熊饼干比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喜欢？两个都喜欢。两个都喜欢啊。好了，我也吃一个，我也吃一个。我可以吃一个吧？吃一个喽。嗯。那你随便吃啊。好，好吃。好吃。